后面控制球，小白在场上守他。啊，阿瑶碰碰，跟六九，林志杰开后门，中距里面的艾尔斯一个飞了位，林志杰空心球，哇哦，控球啊，他会不会是 luck 男人啊？对。好，六九这个球带开，在外线的出手没进，篮板球的冲抢超声拿到，剩下二十几秒，而且比赛时间跟进攻时间只差一秒钟不到，要先带到前场才行。好，小白赶快犯规，哇，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后仰跳投啊，杰哥这个经典的后仰跳投啊，嗯，对于现在以前，嗯，好，但是洪凯健聪明发一个地板球，这个球在地板上掉，林志杰再扑回来，给到强森，只要不攻击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对方没犯规，哇，这个时间要被拖掉，但是施晋阳拿到球，最后不到一秒钟他的抛篮没有投进，比赛就这样结束了，好可惜啊，真的很可惜啊，就是这么接近的球，真的差这么一点，而且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把。